还是我来照顾妈吧。你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就行了，踏踏实实的跟梅树去日本，这事儿甭管了。先坐，啊。妈，家里这会儿没什么吃的了，我们一会儿都在这儿吃啊。你先坐这儿，我去买点东西啊。好，一会儿就回来，照顾去好吧去妈。好。身子骨一直这么硬朗，他怎么就跟个老年痴呆了呢？你住院这段时间，大家一直忙活着，妈一直一个人住。哎呀，这事儿都怪我，我怎么就没早点发现？我也没想到病情发展那么快。是不是因为我这生病，让妈受打击了？她嘴上不说。心里肯定特着急，你千万别这么想。我跟你说，这事儿就赖建华。妈一辈子重男轻女，就盼着早点抱孙子。他倒好，直接跟妈说不要孩子，这妈心里能好受？我跟你说，我非打电话好好骂骂他不可。哎，你先别跟他说了，他最近啊评职称考试，你等过了这阵子再告诉他吧。咱们俩先商量一下，妈现在这个状况。说怎么办呀？妈现在这样，怕是以后身边离不开人了。你姐夫还有一个月退休，不行我让他提前退休，我也不用天天去烧烤店看着，回头把妈接到我那儿住去。姐，算了，姐夫还有一个月就退休了，你折腾他干嘛呀？还是我来照顾妈吧。你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就行了，踏踏实实的跟梅仲去日本，这事儿甭管了。没事儿，还是我来陪他吧。有梅仲在，正好也能帮得上忙。日本啊，什么时候去都行。行了，就这么定了。妈，你就听我踏踏实实在这歇着呗。歇什么歇呀？我又不累，你去歇着去，你们俩都歇着去啊。哎呦，没得命！你会做饭吗？快快快，站一边看着。我怎么站一边看不见呢？站在那看啊。这么大的姑娘了，连饭都做不好，将来嫁不出去。你不害臊啊？你看，炒豆角，加点盐。妈，您刚才刚加过盐。我什么时候加盐了？好好看看。再加点酱油。这豆角啊，得多炒会儿。看，变色了吧？Thank you.